很像这打人啊他不打人他没有弓箭啊人家是好没弓箭是直接被打了而且就我后来有一次过去然后我看到小雨先打他结果害我掉下去没机会放我想说如果我没有打他我就可以放一堆了哎，无敌了！你看，就是控制不住心中恶魔，看到我就想打枪，想扁，很想扁嘛，可恶，想打敌方阵营了。哦，变打人太霸气了！心愿了结了，心愿了结了。对啊，刚刚是没有给那个，对不对？没有给好，所以可能是不同模式会给不同的，有可能吧。他扫玻璃我觉得也还好那还是有给会比较好一层一层给他是一层一层对啊那时候那还是这个基本的比较好玩的更刺激一点啊 Power 是什么意思、欸、对刚刚那场好快、哦、还以为已经十点了有那个、啊、加速跳跃不晓得会怎样哇 Ninja 模式跳到敌方阵营好跳高哦，妈呀！哦，好高哦！这个要跳去另一个也很容易耶。对，绝对不会再跳不到了，好不好？跳不到！哇这个也很容易跳到虚空啊！对啊，不小心一跳进去，一路跳到底，哎、欸，跳到快四格要死了！哎、欸，可以二段跳哎、欸。欸、对不起，二段跳。哎、欸，可是我刚刚为什么可以二段跳、欸？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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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到上面有哎、欸，没有啊，踩到东西吧。哦、但是你刚不是创造吧？对、啊，白色。哇，这个就很尴尬，尴尬，尴尬。应该是踩到东西。创造二段跳，创造的，创造二段跳。创造我很会飞耶、欸，哇塞！因为你那个失控时间好久、哦，那就不是飞，就只是哎维持一下。坐坐，杰克坐。好，在最上面，摔死你！摔死，摔死你！摔死跳跳忍者，绿色，二零，红色，鸡，喵，喵，内在反弹，红的快结束了，对，小雨讲不内在了，内在了，什么内在？你在讲我，绿色。哎，乱讲话、啊，没有，内在有外在，外在，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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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绿色，好，然后跳跳，你跳出去了，啊，跳在外面了。跳得出去吗？跳不出去啊，它上面有那个，对啊，它有屏障啊，啊，我掉外面去。啊啊！有屏障了，再骗了，这比我二段跳还过分哦！哦，下去了，跳跳人机，哎，我跳来，哎，杰克我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哎，你走过去了，你怎么在那边？你怎么着急啊，小雨？你也跳太快了吧！我都来了，你也太着急了，小雨。不是，我以为你们都来了。我滑下去了，猫咪，哎，我放的猫咪怎么停住了？你放太里面啊！我掉下去，猫咪卡住。啊！拆除炸弹。哎，我没跳到。跳跳忍者都还跳不上啊！尴尬了，尴尬了，尴尬。哎。我猜，我猜，我猜，中间有一台猫咪。猜，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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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啊！中间有台猫咪，猜掉，猜掉吗？猜掉吗？速度太快了，不好刹车，很难刹，很难刹。有一台左边，要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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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哇哇哇！我只差一点点而已。我只是那个防御阵线啊，最右边就是杰克啊。刚刚我就猜没猜好。右边还有，右边有猫咪哦。左边，那他们有人来喽。喂，我觉得反好。中间有人来哦，中间有人来哦，中间有人来。难跟着跳。他摔了。左下有车来了。
哈基，哈基是哈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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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是哈基。我已经很冲了，我已经很冲了，没关系。哦，对对对，我差点打到。我收一台进去了。啊，前面一个大爆炸。哎、欸，真的。你知道你每集都演蛋，可以连跳。可以，就是过去，然后往前跳，往前跳，往前往前。哎，往前这样连跳超猛啊！我要留一个爆猫。哎，哦，哎，有有有，我很高兴啊！居然有个，居然摔了。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车卡在中间？他们20哦。2020，哎呦，小心！二零来了！他直接放进去了，哇！又爆了，白子，玩的，GG！他直接跳进去了，没有见死啊！哦，打不到，哇！他从上中间上面，狂点了，超大一个。我刚才讲说 ，One More 那个什么。B13 来吗？哈不用动了，再一次，直接再一次。他刚刚直接塞到最里面去了，对，超扯的。哎、欸，为什么是皇冠？哦，有了有了，变回来了。要真的是看谁比较会塞哎、欸，真的、啊。会塞，不行，再来。B13 有小雨到底怎么跳过去的？对啊，你怎么去的啊？我不知道啊，你到底怎么跳？我以为是大家被传过去了，我怎么知道？怎么跳？跳大家跳哪里啊？你塞哪个洞啊？哪里有传送门？我就这样跳跳跳跳跳跳跳，然后我就过去了。你到底从哪边钻过去的？你看，哦，来了、哦，我们大家都来了，我们大家都来了，大家都来了。你知道，小心，小心跳跳忍者。很多人在，我看到前面有两个在跳。对，三个人。哎、欸，我怎么掉下去了？卡，哎、欸，我刚才都是卡掉啊。啊，我也是。反正没有，反正你还活着哦。狂人空白键。那有几个要防一下哦。他进来了，他进来了，他进来了。哈基超靠近，哈基要下去打他。我先下去打他。不。哎呦哎呦！我打到，他埋头深哦。那个，我觉得就直接进玻璃里面把他打掉了。我去拆弹。要拆要拆。嘿，谢谢。我也在前往。哇哇哇！我被炸弹波及到了。我去拆弹。啊！他这个整个钻到我们地狱门前面了、欸。哎、欸，太可怕了！哦，塞进去了！哇！对啦！你也是跳进去了，是不是？没有没有，我直接经过杰瑞借他的车，然后再跳过去。哈哈哈哈哈！你太会了吧，转车嘞！跳人这场真的超刺激啊！他就直接就塞的了，就是B13一比一哦，一比一哦，一比一的，这么快！太会了，受不了！你好刺激哦！到底玩了些什么？太快了！哎、欸，他那个你看他那个好可怕，整个塞进来了。对啊，对啊，他那个如果爆了，我们就输了。嗯。还好他没有启动啊，好险好险，哇，好刺激哦，好刺激哦，一开始就决胜负了，嗯，开始先跳到对面就赢了，对，来跳过去就有优势，想办法跳过去，跳就对了，这应该没有跳哦，全部都在跳，跳。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对，我们就是要冲，跟你们讲。哦，我跟团团会相撞哦。卡，又卡住，我就直接先走了。啊，我下去了，可恶！我卡住了，手下哈基，他快来了。啊，我没踩到，可恶！喂，耶，我抵达了。哈基来了，爆炸了。
可以吗？可以吗？挡住啊！挡住啊！他进来了！他进来了！塞进去了！啊！又塞进去了！塞死！还有炸死！还有炸死！有挡住！挡住了吗？对对对，有挡住了。他们有很多人在跳哦。大家都跳了。哎，我怎么先跳了？没有放到。哇！我刚刚其实有抵达到，结果也是被后面的爆炸给炸死了。哎，你确定？可惜。这个要拆弹，这个要拆弹。真的。那个团左边，跟二零中间，好，左边，好啊，我送他车子，送他车子，我塞进去了，他车，你要塞进去了，塞进去了，加油，你怎么猛啊？我直接灭了，好猛啊！太坏了，杰克都好心机哦，都走那最角落。你是塞哪里呀、啊？又打算来挡，但好像跳歪了。最右下角有没有？塞了一个小缝。好猛哦！上去吧。走。太丑了！你们内队的人到我边缘了，怎么都没被发现？是杰克，不是我们。感谢小心点。对啊，只有杰克。我们都被看到了，我们都被看到的哦。跳一台炸一台。存在感就是胜利的关键。真的。可是哈基两次后面两场都好给力，他已经塞进去了，吓死了。对啊，为什么都没爆、啊？是选择错误吗？选择错误。TNT 选择错误。对，刚好是属于没爆的。我们看到吓死了。我好像哈基两台都是一种塞苦力派，是塞吗？苦力派的。哇，好恐怖哎、欸！因为他没有，我们没有那个箭矢可以挡，要打的又很难。要打你还要跳上去别人包五吗？没有没有没有，跳跳忍者结束了。结束了。没有跳跳忍者，飘五，不给你消失存在感了。Remove glass。我们还有14分钟，再来一局。再一局，这是什么？这啥？哎，对啊，这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死掉就没了吗？三代就死掉就没了。哦，哇！那这个人不能进去那个了，掉下去就爆了。那不能拆弹耶，不能进行拆弹攻击。对，这个什么都不能做。这个没有玻璃，但是我们的所有的道具每分钟给全部。哇哦，每分钟没有玻璃哦，每分钟对，所以不会一口气太多。嗯。没有玻璃在哪边啊？影视战争，我也不知道。按照他的说明是这个样子啦，好不好？哇，来哦，抽。哦，我现在看到是只剩下白色的哎、欸。哦，剩下白色那一层吗？对，只剩下白宝那一层。哇，肉跟皮中间那边。哦，很像啊，不是吗？对，差一层就进去了、欸。对啊，他进你也要出门吗？要出门一趟，肉都吃掉了。哎，谁错？哈基错了。好，好，算杰克，换杰克。白色后面要有绿色保护啦。20，20，20，快点，快走 ，go go go。别再说说了，杰瑞不知道在干嘛、啊。好，想抽，想抽，红色，绿色，好，绿色，绿色。阿基，我们是好朋友、哦，好朋友，我也来了，好朋友。好，剩下没有好朋友战斗了，剩下的不用抽了，阿基自己人。没问题，炸自己人，直接往内塞，间谍帮我们， yeah, 直接往内丢那个防护罩。我选择投降。哇，选择投降。贴，很薄哎、欸，哇，就一层而已，薄一层。biu biu， 我来了，二零怎么关麦？二零，准备好了吗？我要弄完，不用弄完。好，好，有人下去了。我们各少一个人呢。没有，会复活吧？会复活。哦，就只是比
较薄而已吗？没有，就皮皮皮就一层呢、啊。哦，大人带死人，人还是还是复活啦。我以为不会，没有没有没有会复活。哎、欸，左上角已经被炸一个洞了、欸，危险！哇，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可能自己炸了吧？哦、他们放太极了。来哦来哦，每一轮都会有那个、哦、可以放的。嗯，猫猫，这个是往哪里的？哇，你这样你也跳上去了，二零，你好猛哦！整个学到精髓、欸。这才几格呀、啊？哇！哎、欸、对，火焰弹，火焰弹，哎、欸，火焰弹帮我吧。待会儿再弄啊，再弄，再弄。喂！哎呀，我歪了，可惜。哎、啊！哎、欸，那秒数要结束喽。